笑容总是充满着正能量，他的眼泪总是感动着无数人。他就是夏克立的宝贝女儿夏天。夏克立黄家千即日中午带着宝贝女儿夏天在台北出席《爸爸去哪儿三》记者发布会。我们爸爸都在，哇，好热，好热。然后有人快晕倒了，然后有人那叫什么？那个中风。中暑也不是交通啊，中暑没有那么严重。哎呀，我说夏天的爸，看来你中文还是要多加油啊。妈妈也会教，妈妈的教的方式是不一样，那妈妈比较严格，比较凶。妈妈教小孩子跟教爸爸是差不多一样。夏天的爸，有些话我们还是留给小孩说就好嘛。妈咪，妈咪平常都怎么教你？你觉得？用生气的。你们两个不怕妈妈回家生气啊？感情哦，越来越好。没有感情会不会？没有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们的感情一直都这么好。姐姐会不会吃醋？我会吃醋啊，我是一个会吃醋的妈妈，然后我都会，我老公很了解我，然后他都会跟小孩讲说，你以后讲你最爱谁，你就讲妈妈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说夏天的妈，看来你平常在家都是用生气的不打。